What you gonna do?高雄开很多间 COCO 吗？高雄的 COCO 现在都开在百货公司里面。昨天才刚买啊，干你娘，贵又难喝。然后那个店员他妈的又不在拽三小，喝什么？喝什么？干你娘妈的一个女人他妈不在拽三小，真的一个女店员喝什么？好像我欠她一样。干又不是大鲁阁，就只有那一，不是因为大鲁阁只有华达跟 COCO。啊你因为早上已经喝一杯奶茶，晚上想说 喝一点那种水果类之类的那种饮料，可是里面以前有原石，可是原石已经收了，没有原石了，就剩 COCO。 干你娘，喝什么？好像我欠他钱一样，喝什么？搞得好像我已经细汉了，他妈的喝什么？干你娘，气到脱裤子，超级白。不是你爸，真的是卖饮料卖出优越感。干你娘，小子阿伯，真的又不是欠，又没有欠你，对不对？你也不用这样子吧。然后他明明就转过去跟另外那个店员有说有笑的，然后转头又摆一张扑克脸。哇，这嘴什么？对呀、啊，我又不是说一开始口气就很差，干我一开始我也不是说站在那边想很久，对不对？也没有站给你站在那边等，我们在买之前就已经想好了，喝什么？干你娘，我们要欠他钱一样，喝什么？喝你的鲍鱼蜜汁啊，喝什么？干你娘。害我那一杯百香绿喝的有个不爽，还要45块。妈的！阿贤以前有做过服务业吗？谁以前不做？最一开始打工嘛，都是做服务业。谁打工不是做服务业的、啊？打工最多就什么餐厅、饮料店，他妈都是服务业。虽然说有时候我会教育客人啊，但是那个客人有错在先啊，教育他是刚好而已。不然我一开始我对客人也都是那个彬彬有礼、和蔼可亲的，好不好？有些人就是要教育一下。以客为尊，这是基本的啦。但是客人欠教育的时候，你还是要教育他、啊。我们教育客人，以前在那个以前在自助餐那种海港啊，我在那边当实习生啊，就有一些大妈干你娘，就在那边抢那个螃蟹虾子，啊要帮他补虾子又不让开，干你娘这就在那边一直挤一直挤，然后就抢一抢啊，我要帮他们补虾子，对不对？台面上快没了，要不让开，妈的！我就直接跟他说借过一下，然后就把他们推开。我就因为是端就端盘子嘛，就这样端着嘛，然后我就用手这样咔干过来一次推开，然后再开始补，补一补再让他们继续夹，不然真的都不闪，不然就是跟他们说，不然就是有些人会那个夹子有没有？就是夹子上面乱夹，他可能一个夹子就从头夹到尾，然后不同菜，然后就用那个同一个夹子这样一直夹。那种人我也会教育他、啊，我就说，哎、欸，你没有看到每道菜前面都有一个夹子吗？不好意思，然后我就把那夹子收走。欠教育，干你、啊！我是用很委婉的态度，也不是说教育客人啊，就是提醒。工读跟实习生是被客诉没关系， okay. 不会啊，实习生会被骂好不好？工读生也会被骂啊，你可能。排班就排的比较少，如果你常搞一些有的没的，他可能就不排你的班了，真的确认的时候才排你。哇哦，蛮会骗的这个人，一个大跑对面下一个赶快要放开要再扁人。完了 ，barbecue 了，完了 ，barbecue 了，完了。有跟客人吵起来吗？我很有素质的，好不好？就像我讲的，你不爽做就回家，还跟客人吵起来。
What the fuck？ 看你还在这干嘛、啊？操！风之谷一定要氪金吗？还是无氪也能融入大家？不知道，很久没玩了。那游戏已经没有办法融入了吧？那游戏就是单机游戏了，融入啥小？ST。You want flash for it? Throw B. Throw in smoke. Fire in the hall. Get B. B in. Laying down smoke. What you gonna do?完啦完啦！他一个人，一个人就把人家打光光啊！上校屠杀最多鸡，嘿，杀鸡的神呢、欸？鸡仔是你，猪仔是你。